700多斤通的销工，你看这炸的，你看种子一爆，那血条咔咔的往下掉。雕工精通武器，90级精2的绝技，精通杀，精通杯，精通头，3件精通2之1，769的雕工精通啊！兄弟们，看看这个玩法行不行啊？很拉了啊！草神带的是专武，自身林436精通，金秋拿的祭离剑，然后2宗2之1带个中礼，这是一个非主流玩法，但是这一期非常的好用，这不属于一个主流玩法。如果说你雕工正好没有成型的装备的话，你就可以拿这个去应付一下这一期神员。来看看我精通的这个雕工，一下看700多精通的雕工来。兄弟们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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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